我看他就是居心不良。你爸，你给评评理。就他那什么男朋友啊，本来约好了昨天去我店里啊见个面，结果呢，半路上盯着一女孩的屁股，就直接回去了。别瞎说，听谁说？他自个儿说的。你别瞎说，你不懂，做作品是很需要灵感的。像你们做雕塑的，我们是不懂，但子杰说的没错，他对你属于见色起意，而且他心里很不成熟，他都大学毕业好几年了，还靠父母给的生活费生活。那家庭条件不错，那他连请你吃个冰淇淋的钱都是他父母给的，你觉得这样好吗？行了行了，少说两句，吃饭了。艺术家就不需要吃饭了吗？你现在生活上已经补贴你的闺蜜了，将来还要补贴她吗？那根本就是个无底洞。这没你说的这么严重。那她这样又好到哪里去了？行了，你别说。吃饭吧。好，打电话给她，分手。你是不是疯了？我说分手。哎，怎么跟你没说话呢？我让她分手。我也觉得应该分手。凭什么呀？哎，你们凭什么来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的？哎，那个小千啊，可能俩哥哥也都是为你好。我好着呢，我现在挺好的。他们没在的时候，我也挺好的。我有朋友，有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。哎，现在怎么你们一回来就非得刷取点存在感，是不是？还直接报警了？我打电话打不通。而且他微博说的话有歧义，你们现在已经对我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，知不知道？其实我就是为你好。谢谢，我真的不需要。你们过好你们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呀。我牙疼，我自己去看医生，牙医都挺好。我要想吃甜品，我自己去街上买，满大街都是甜品店。你们两个真的不用对我这个样子，你们又不是我亲哥，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法律救助关系的，你们不用对我做任何事情，知道吗？小姐，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？啊？实话，从见到我们那天起，你就一直憋着了吧？现在终于说出口了，我也没想说的这么直白，是你们逼我的。凌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爸，李爸，明天吃饭，我回去了。哎，凌霄，凌霄，哎。姐，你说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嘛？啊，什么不是亲的，不是亲的的？那你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就没有了吗？不疼了，不疼了，给我买一个。不行，回家。你就给我买一个怎么了？回家。这挺好的，这枣泥的，这是蜂蜜的。哥哥，你就给我买一个吧，求你了，就一个。你就给我买一个吧。回家。你到底走不走？你给我买一个，我就走。你到底走不走？我不走。我数三个数，你再不走我就走了。一、二、三。
起的小妹妹了吗？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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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姐。你要出点什么事，爸该怎么活呀？海潮啊，今天这事儿啊，多亏了凌霄跟和平啊。哎，儿子勇敢，好小伙子啊，真棒，真棒啊！叔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，和平，谢谢。哎呀，海潮，你是干嘛呀？这是我工作。小杰，这么着。钱姨，你今儿做个证啊！小坚，这以后不是你叔叔了，他就是你干爹，给干爹磕个头。哎，干爹！哎，别！哎哎哎哎哎！啊，坚！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亲姑娘啊！哎呀，真好！凌霄哥哥救了你一命，今天也救了咱们全家一命啊！这以后就是你亲哥，知道吗？啊，叫哥。行了，起来吧！哎呦，海潮和平啊，以后你们这两家人啊，就是一家人了啊！哎，这是不是就可以定娃娃亲了呀？啊！不是。